Hello， 大家好，我的名字叫 Anson， 我是来自 Prop Wealth 的，主要是负责房地产业务的。首先，我非常感谢、感恩我的公司，还有我的贵人、我的老板纳豆冰胜利，是他一直以来这么无私的栽培我、教育我，让我今天有荣幸可以代表公司出席上海拿下这个奖项。而且对于我来讲，这是一个非常大的肯定。如果有目标、有梦想，就要敢追，不要在年轻的时候选择安逸。我相信继续努力下去、坚持下去，三年后、五年后的你看回去会非常的值得。所以一起加油！上海领航奖，明年见。